我是 Brandon， 啊，我是 Jordan， 我是 Denson， 好像玩了 football 跟 combo actually 好玩。我觉得 football 比较好玩，对，因为比较容易看清楚，等比较亮，而且一个人上，所以没有这样乱，就需要讨论战略，等要分看谁比较适合去踢这一粒球。